台北探索馆，原来的名称是市政资料馆，主要呢是用来介绍并且展示台北城的过去以及历史，而现在呢则是台北市内的一个概况介绍，是一个可以快速了解台北的地方。而目前呢，地下室的台北印象厅可以简单扼要的了解台北市的现今发展。三楼呢，则是由以360度的宽萤幕拍摄的城市纪录片。而城市探索厅呢，则是以台北为主题，介绍台北的环保啦、污水以及公安等等的议题。而这个四楼的时空对话厅，则是展示了台北古城的惊喜对照组。除了有一个大型完整的城墙模型之外，更设有互动的设施，让民众来到这里可以更了解台北城的前世今生。